子辰呐，马西祖，干万岁啊！恭喜你结婚了。你有考虑要生小孩吗？啊，对啊，每次每天都要被问，一定会一定要，然后我会觉得哇，好棒哦，干到不行，干预比干吃汤圆还干，你知道吗？来了，我们看一下苏子辰的了，苏子辰的红包里面有一些困难，来，要求模仿，亲戚都会以你为荣嘛，就想说哇，你盖高跳步哎，然后就会开始开视讯，然后一回台湾就看到你。对，机场广告就是他们就会开始开视讯，然后说这挖同事啦，这挖同事，你跟他说声新年快乐，对对对，跟他说新年快乐，要炫耀要炫耀，他很喜欢看你那个胯下运球，你运给他看一下，然后我觉得胯下运球，然后他同事说对我喜欢看你那个胯下运球，我就要在全家的人面前干跳那个胯下运球，然后又没有音乐，对，就那边。干运这样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好棒哦，干到不行，干运比干吃汤圆还干，你知道吗？会比鱼香拳干吗？会。你知道我碰到人家叫我跳鱼香拳，真的假的？哇，烤吧，哎，我真的弄哎，哇，我真的弄哎，鱼香拳，他们高兴哇，全部拍手这样，人家喜欢我们嘛。而且他还会电视那个谢金燕在跳那个跨年，跳一段，跳一段，你不是有模仿他？你现在跳一段呢，跳一段给大家看。然后我就说啊，要跳一段，可是有，然后我就想说要劝退他们，说啊，你们有准备音乐吗？哦，他说有，我那个 KK box， 我现在找一下那个。哇，跪拖的啦，也不让你干跳，算蛮贴心的了。对，可是还是很尴尬，就是干到不行这样，你要把那个筷子都移到旁边去，然后桌子移到旁边去，然后在中间这样子跳给他。哎，但我这个有个解方，有个解方，因为过年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长辈嘛，然后说，哎，那个叫露露来主持啊，那没有他很干呢。这样，然后传，因为从，譬如说从不同的村嘛，传到这边，哦，我知道，然后我就说叫我去，哎，其他人叫主持给我钱呢，你要给我钱吗？我也是这样子讲，啊，没关系就去了，然后弄完一顿之后，哎，那红包就会拿来，觉得好玩，但是一块一块那种啦，对，赚红包啦，对，就是好玩的，远近亲疏的感觉。哦，这个不太熟的，这熟的，他们需要有家人的一个认同，尤其艺能界啊，到过年是我们整个松懈下来的时候，对，可以休息，唯一可以放假的时候。对呀，对呀，女儿说：“哎，爸爸，我就帮你安排这个好了，哦，你就今年呢、啊，不在台湾。”哦，在台湾要打牌啊，干嘛这样？身体不健康，帮你安排，好吧？安排轻松的吧，应该轻松的。新加坡 OK， 他玩的时候又到马来西亚度假，都度假，这么好，很贴心哎。对对对，然后这个女儿，直到他们问我哈，这四场演唱会的歌单，你才发现终于上当了。我过年在新加坡过年，哎呀，辛苦了，演唱会啦，人生哦，好好面对，好好快乐，来，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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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哎，什么？常常问到你，我想在座的各位女士，催促生小孩，都有被问，我就一直在问什么时候要被姑嘎，嘎嘎嘎嘎，什么时候要被嘎？亲朋好友问就算了，连那种跟你不是很熟的，然后想要跟你找话题，真的，就一开始看到你结婚的新闻嘛，就是摸摸靠过来说。哎，你恭喜你结婚了！哎，你有考虑要生小孩吗？啊，对啊，每次每天都要被问，一定会一定要，就是我刚刚录音前就先问了他一次。好，你又问了，我先问他。那有熟了，有熟就有熟 ，OK， 有熟 OK， 就怕那种没熟的。重点是像我们明明已经生了，也会有不认识的说，哎，恭喜你，那你什么时候生第二胎？我现在还在带第一个，然后你叫我马上生第二个，像我爸就直接说太硬。再生一个啊！我想说什么意思？就你爸，就你爸爸，没有没有，你爸爸要再生一个。很多父母会是这样想法啦，而且是那种谁生不是很熟的那种远房亲戚，什么什么谁谁的大阿姨，什么什么阿姨，你就不好意思跟他讲太，他说哦，我们暂时没有考虑我什么。他说啊，你都32岁了，你还不生？你说你以后这样生得出来吗？哎，老了呢。对啊，哎，就二岁就老了。那阿姨当年也是20几岁就生那个谁啦。哦哦。对啊，所以你看你现在老成这样，对啊，我讲这样怎么原因？原因不要啦，太久没见面，没有话题，没有话题啦，没有话题，真的。那找这个话题是最近他们所有的话题都来自于新闻上的，对啊，对。我们偶尔也会搭计程车嘛，对。司机一看，哦，哎呦，吴宗宪，加油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到底干嘛？
他鼓励我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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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说我哦好，我会我会。谢谢。加油什么？加油。怎样？阿郎的好而已哈，要不然你就会告诉你说 OK 啦，我听你。我说嗯。怎么了？哎，这个不讲更恐怖。这个嗯，怎样？这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 ？OK 啦 ，OK 啦 ，OK 啦 ，OK 啦，我听你，我听你啦，没事啦，没事啦，没事啊。什么东西？安慰我。你也总不能问啊，一不够熟嘛。对啊。应该也是祝福居多啦，只是他还蛮恭维啊那样。阿姨看到了，不要再问我了。黑啦，就暂时还没有要生。你亲切跟他讲，有啦，我在做，但是不丢。好深沉哦，太深沉了吧？哎，那阿姨对你不爽啊？阿姨静音静音，不丢不丢嘛。阿姨就会跟你讲，子辰呐，欢喜做，干万年。这个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祝三立新闻网的朋友们，祝各位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，祝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龙年天天开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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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心想事成，幸福满满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身体壮如龙，